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叫老艾米。我现在来了一个不听话就给我下去的地图，看来我还是挺受欢迎的啊。这是房主君啦，你看到我进来了就立马给我把那个给弄回来了。掉下去，掉下去。来，小伙伴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哇，我以为。我看到作者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掉下去，来，享受双手吧，然后搞点那个东西，看一下在房间里捣乱，房主会怎么做啊？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怎么了？这房主还是挺有。今天很尴尬了，完了，看一下去别的房间捣乱，房主会怎么做？看一下房主是不是都是有正义之士啊？泥土是命呀、阴阳雪豹建造兔兔房，自然灾害模拟更新，抽身份可做夫妻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换一个，567关门打狗，觉醒吧，失忆了，不听话，给我下去。不会又进了这个房间吧？我又进去这个房间了，好像。Go， 我来了。房主人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看我很真实的。哇，第二次他把我进来了，确定是刚才那个人吗？刚才这个人是谁？第二次这个房主还给了我这么多东西。优秀。穿起来。Go， 穿起来。可以，吃个东西。房主，你怎么啦？刚才你把我踢出去了，房主。妹妹，哥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好奇害死猫！我不想做一个好奇的猫。姐姐，我来啦，姐姐。你咋又来了？刚刚你不是出去了吗？站中间就可以过去了。呦，姐姐我还是回去吧。我觉得我不适合待在这里啊。这大胖子老是追我呀。我要试一下，全部通通试一遍，能不能把房主也骗到那个地方去，骗到那个牢笼里去？房主，如果让你挑一种颜色，挑一个队伍，你想当哪个队的？可以的，我现在去房主家睡一觉，回去。不符合条件，这是哪呀？你们家怎么连个门都没有啊？撸一下，我有喷气背包。什么情况？我没动你啊，你怎么自己死了？你被你怪打了，我打你就死了，我天！我怎么这么厉害？随随便便一打一下就死掉了。我打你一下我就死了，啥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原来我这么厉害了。我现在已经无敌了，谁要是打我，谁就会死，是吗？可以，这种好。我气疯了，姐姐。气疯了。气疯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你不跟我玩了？你就不跟你玩了，行不？我的天哪，你太厉害了。我太厉害了，不跟我玩了是吧？太开心了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我已经无敌了吗？我要是再跟你玩，就得被你玩死。被我玩死啊！我再去看一下房主家。我有喷气背包，完了，这
个白色手臂、蓝色手臂 VIP 卡、P 卡装备，激光枪二号、激光枪一号，哇，优秀优秀！就没有人来了吗？啊，就没有人来跟我玩了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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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防守通话中。哎，我来去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呀？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。哦，个子弹哎！你看这个子弹在天上飞啊，看了半天我不知道是啥。故哎呀，这个房主可能做自闭的吧？怎么可以有房源比房主还厉害？房主打一下就不行了，哎，小伙伴们无敌呀、啊！好了，这个视频到这里的话呢就结束了。喜欢艾米的话呢，别忘了点点关注哦，爱你们么么哒。